对吧？家里呢 AC 被一群佛特曼追击着，这 AC 数量一定要保存好啊，配合自己的老家一起拍。但这边造了一把，造了一把你没办法隐身了，然后你要去推算这两根塔建造的时间，找机会上去骑射把它给打退。哎，居然没有拉小精灵去爆这个，爆这个水元素啊。 AC 现在往外逃，对，往外逃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家里井水对吧，气积攒，然后现在是找一个 timing 来切一下塔。好的，这个塔看来要退了，但是自己也是付出了一些代价，大家看到是地上尸体还是挺多的。这个 AC 也要倒了，那这根塔呢要好了，然后双方的英雄经验值啊差不多。哎，这边怎么了，隐身隐在这什么情况，这魔物现在双线有问题吗？这Warden 就在这儿发愣，然后自己的 AC 被 Fortman 追击着， AC 来到一个角落，哎，能不能买高达？对的，高达现在相当于一个二英雄。高达虽然说不能喝井水，但是能够被小精灵修理。那现在配合高达这一波能不能刚出来？哎， Warden 升三级，好的，追杀大法师。那再吃一发毒镖，大法师有点危险啊！哎，这个水元素卡位卡的好一会儿，哎呦，这个让大法师给逃开了。刚才如果能够有一个跳，跳过去再一发毒镖的话，对方就 TP 了，对吧？现在还是破塔，那这根塔其实无所谓了，因为刚点的，后面那根塔才是关键。哎呀，后面那根塔好了呀。然后现在小精灵修高达，配合 AC 一起破这个塔。啊，我觉得这农民别造了，一起修吧。这农民停下来，兄弟。哎呦，高达被射爆了，这。然后两个 AC 被万箭穿心，很难受，而且输出了那么久，这根塔还没拔掉。然后看一下现在灵岩大法师在旁边，他现在不要冒头，就在旁边招招水元素就可以了。哎呦，这 AC 家里是死了一地啊！这个塔，哎呀，刚才那个对于自己的输出没有判断到位。然后现在让对方啊塔能够越码越多了，对吧？首先你越紧曝光你就缺乏回复能力，不好搞了。然后大法师现在又来了，干脆在对方家门口是起了商店，买血买蓝慢慢耗。刚才之所以能够修筑那个塔，我觉得还是归功于他的 rush 的时候农民带的比较多吧。如果你只带四五个，那这个塔肯定爆，现在也没有那么好的效果。M 现在抓住时机把对方的 Fortman 给清光了啊，还是想找机会拦截一下大法师，但是大法师就左跑跑右跑跑啊，你知道我在哪里吗？哎，这两个人真的很有意思啊，各种捉迷藏。M 也是知道，但是拿对方没办法，对吧？实在不行躲塔线里，然后有一票 AC， 但是冲不下这四根塔。大法师现在啊有药膏了，药膏一涂往外走，对的。就不要被一个 AC 把药膏给点掉了。现在零零来了一波高达，哎，这波高达太虎了，高达一圈农民一起修啊，而且高达 A 越井很快的。接下去零零的思路就是把木给耗死，然后看一下这边 Warden A 高达，然后木现在在勾右下角的黄绿皮，但是这个黄皮有点危险，哎呦，勾黄绿皮这 Warden 挂了，这又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啊。刚才这边是挺需要操作的，为什么？你一个是要勾一下，另外一个是小精灵进去要点嘛，要点那个黄绿皮，然后你多线压力比较大，然后这 Warden 这边没照顾到位，自己 Warden 被箭塔射死了，就这个样子。八分钟，那最后也是恭喜 TH000 2-1拿下木啊，非常的不容易。那这边也是很遗憾吧，木被好像被淘汰了吧，有没有机会再复活啊？真的是很喜欢木这位选手，对吧？所有暗夜选手里面啊，木的战报我是一直不落下的。好的，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终于迎来了月魔木和皇冠制造机三弹的终极对决这场决胜局攸关生死谁都不想轻易被淘汰。我个人呢还是希望木能够走得更远吧，希望木能够拿下铁血零零，因为木现在对吧，他的战报是看一场少一场了，然后和韩国的零是差不多。令表示他要去服兵役了，也要退役了，那这样的话韩国魔兽圈职业选手是没有了。我看着这一款游戏在韩国最辉煌的时候到现在最没落的时候，也是心中百感交集像以前韩国 WEG 的时候多火，还有韩国的 WCG 争那个出线权FOF 打木的几场我真的是看得让人热血沸腾那不扯远吧，来看这一场。木呢出生在左下位置，铁血零零右上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首发 Warden 这一边大法师，那木前期用比亚来练级一直是很让人捉急因为他的比亚有的时候电盾嘛不是百发百中的勾出来，因为怎么说呢，可能是九叔战阵了吧，对吧，手生了，还有的时候他比亚呢还会把野怪给拍了这真的是旁人看了一多汗那其实我对于怪物出电盾这个 AI 还是很不理解的，我一直是学着有样画葫芦，对吧，就是一个小精灵和一个 AC 这样贴着，然后修理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这个电盾大家看到这木的电盾勾的不错烫到三个怪，这练级效率是刚刚的。然后看这个我就说嘛，这比亚练级真的是一巴掌不留情这小心了，五级怪别被烫死了，刚才烫死一个三级怪就算了，当没看到。练到的是守护指环，另外一边贴却000也是练到守护指环。那大法师我觉得还是比较怕 Warden 的，特别是三级的 Warden 追着大法师砍这没办法，可能三级 Warden 两发毒镖就要你老命了大家看到木在这个位置还是做了一个比亚两个比亚打算练一下三的，现在回到家中去驱赶一下这个 Fortman， 这 Fortman 有没有看到往那个方向跑了，应该两个人交手很多次对吧，葫芦里卖什么药都很清楚。那现在 Warden 追杀这个 Fortman， 这个 Fortman 来到商店处勾了一些野怪仇恨拉到 A 比亚，好的，现在大法师也在往这个位置赶木把这个仇恨用自己的 AC 反勾掉，好的，现在会不会就是说HT 了零零这边家里明明敲出来又是一个一本极端的 Tower Rush。 那现在 Moon 呢拉了个小精灵去确认一下对方应该会看到家里没有什么农民应该会有树对吧这个比亚不要想练级了，你敢站起来就要爆。现在 Moon 呢来到商店处应该是要蹲鞋子，有鞋的守望者追杀起来是特别给力的。家里看到了农民隐在这儿，这么多去一本 TR 的时候，我觉得农民真的是要多带一些，多带一些你才能够修得住这个塔。然后现在大法师被 Warden 追着Warden 这点血量你别看他杀英雄的能力还是刚刚的，他是黄血等于你的满血，